献给家人一支舞。当初你听到这个主题，献给家人一支舞，你点头答应了，点是在哪？同学打来跟我说，你妈开刀住院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又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，你就换我爸爸，他就是心脏方面有些心血管的问题。我瞬间都突然觉得说，我好像随时都会失去他们的感觉。